啊，要不我昨天说的几个，我今天看一着急一有事儿就忘了，对不对？记住，我之前也是个白领，一个时尚的女人，因为我这衣服都是我原来不干养殖时的衣服，我又拿出来让大伙儿也看看什么样的人都能干养殖业，只要你有恒心，只要你有定力，只要你想干，让自己活得更好，那就自己努力，自己干自己所想干的事。谢谢大家的关注，你多多点点小红心。来去都匆匆，有多少人们不知不觉深陷其中，忘了曾经那份简单笑容。把你的心给我，把你的爱给我，这样我才能大胆尝试，有更多的把握。我要的也不多。嗨，就是谁也别说是一家小哥没有死亡，也有啊，都有伤亡的啊，只是多少而已啊。养鹅就是一定看好温度，看看我鹅的叫声。现在这批鹅已经第九天了。第九天状态还是很好，因为现在属于看护期，咱就要养殖户来讲就是通风期开始了，一定要管理好和看好。还有就是说，别说养殖业都是100%成活，99%啊，100%呀，不现实啊。就我这养这么多年，我没说我成活率达到99%，我就只能说90%上下。这个东西你不能用额外的东西来欺骗新养殖户，或者是说。不懂的来进入这个行业。还有我听的故事啊，我给大家讲个故事，也是这个故事是由来咋来的呢，就是朋友之间说有一个人要养鹅嘛，就是养鹅告诉一只利润是80%，利润80%，我的成本都70%上下话，利润80%咋来的？你那鹅是吃空气喝凉水长大的吗？喝凉水也得那个也得用钱呢，有电费呢，对不对？就是有些时候啊，要自己动动脑筋，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还有好多朋友问我浴火料的事儿啊，浴火料我正在跟厂家沟通，沟通好了以后我会及时的跟大家说浴火料怎么去拌料，用什么料，你的肉食鹅怎么办，你的种鹅怎么办都可以啊。这个就是等到咱们我谈好以后价格，包括运费这块，因为咱全国各地朋友拿的都有。怎么样就能让咱们自己一起养鹅的人能得到真正的实惠啊？再一个，你可用可不用，也可以你们自己跟厂家谈啊。如果主要是把它的配方和它的用法要过来，完还有这个价格，你感觉呢？谁的便宜用谁的啊，都一样，用谁的我也是给你们便宜，你放心，这肯定没有问题啊。再有一个就是，还有好多朋友就说。想上我家来的啊，你要是家里有鹅的，或者是你是料场的，或者是你是兽医，别说我不给你们面子啊，我院里现在好几万只鹅，包括种鹅，你身上带的现在禽流感这么严重，你带着菌上我院里来，你不提前打电话直接往我院里闯，别说我不给你们面子啊，最后给你要是给你咱说闹个不愉快，别倒是别怨我，别说我提前没有说啊。就是想参观的可以，因为他没有养过鹅，身边没有鹅的朋友，就是唯一我说的是料场的朋友们，还有售料的朋友们，我药也不用你的，你不用上门来推荐了，料也是，你能给我发料吗？你能够先给我发药让我试吗？你要是说料让我发来我先试试也可以，药呢让我发过来我试试也可以，你看我试好使了我给你钱，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前提也不要私自闯进我的养殖区域啊，一定要在门外给我们打电话，跟我们沟通好了你才能进来，不沟通好了就像今天那个朋友似的，进来以后别说我不给你们面子啊，不管是任何人，我这也沉浸了好几百万的东西，你说进来就进来，造成损失谁能给你承担呢，对不对呀、啊、请所有的朋友要自律啊，我也是今天穿了一个我火的那个视频的小背心啊，请不要再评论下边评论一些用不着的，都老爱举报那些有啥用啊，有啥意思吗，那没有啥意思，对不对呀、啊，咱们大伙在一起就是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能多赚点钱是点钱，对不对？我出这个视频就是为了更好的让返乡创业回家创业的人们能得到一点指点和帮助，别的我也没需要谁，没别的我也没有啥需要的，或者我有要求回报的东西都没有啊，在这里我感谢大伙的关注啊，谢谢你们的关注，多点点小红心，让我的人气冲破2万。半生风景半生梦，应
粉丝宝宝们的要求，我做了这期视频啊，但是我要留作业的。我这期视频做完，你们看完以后，晚上9点咱们在直播间提你所看到的问题和要求，我们互相沟通，找到更好的经验，把鹅养更好，成活率更高，让我们赚到更多的钱。希望你多多关注我，多多点点小红心，人气走起来。就是网床是怎么搭建的，有多高多宽，网有多大，这是二。一个是水槽子，用什么样的最省钱最方便，而且用着又经济又实惠。因为我这边也是在御厨嘛，所以说这边的用着是最方便最经济最实惠的。还有我还是将小鹅1到17天的整个的流程放在视频的最后方，您可以看一下，也跟鹅的状态，不要全身心的扒我这个流程，没有用。你根据鹅的状态，随时可以更改，随时可以改啊！我现在就带大家看看我这网床啊，网眼有多宽，床有多高啊！我这是这是50，这个柱，就这个柱照这个柱是50高啊，50高。根据你地面平不平，你地面的话，我这底下是土地面。这个面你可以根据那个上面你超平一下，有高有低。我这边这个是最标准的50的高度啊，下边是竹床，看见了吗？下边是竹床，底下是用的那个钢管搭的架子，上面搁的那个竹床。竹床是多宽的呢？是长是3米，宽是50的啊，这是竹排的宽度啊。你剩下就根据你的大棚的宽窄来调节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啊。网床呢是我这是0.6的，你也可以高0.8的都可以，但是越小吧，大了它粪便不爱往下下，但是不爱卡鹅腿，大一点卡鹅腿，小的时候看住一点，鹅苗要小的话。水桶上面有浮标，自动水线过来，下来以后看了吗？用这样的水管，这样的水管就是比较好清洗，完了小鹅喝水还容易满足，就所有的都可以共用。这就是下水管啊，那个是这个小细的下水管，等大了再换粗的。小鹅的最佳状态啊，大伙所说的刀毛啊，我这也有刀毛的，看见了吗？都有，这个东西避免不跌跌撞撞在路上。我这边的小鹅今天是第8天了，也是进入危险期了。你记住啊，所有的鹅，我还是啊，状态放到最后边，包括养鹅的流程啊，包括怎么预防痛风的流程都放到视频最后方，有个写了一个小简易的那个流程啊。但是我这个流程也得跟你说一下啊，所有的流程你看你鹅的状态，根据你鹅的情况而定，不是你固定这么做就得这么做。鹅要是不发生什么突发状况可以这么做，一旦有突发状况这么做就不行。比如说现在这个痛风现象，那好，一旦得了有可能你就不要用药了，必须先治痛风，把痛风搞好了再搞别的，要不你会加重它痛风的并发率死亡率。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看好自己鹅的状态，温控一定控制好，温控，这个温控控制好是鹅的体感温度，而不是咱们温度计的温度啊，你得控制好。7天这时候就是说我一般的5天打个小温挑一遍，就开始天天没事挑了。残额小了弱的，你看以后能干，你也可以高一边养，也可以直接不要，也可以都可以啊，自己一定要想好这个，不是舍不得啊，一定要舍得地，不舍不得就是浪费你的资源，浪费你的钱，浪费你的财力人力都浪费啊。还有所有的朋友不要私信问我啊，鹅咋养咋养，私信以后我不回了，评论区里见。你有什么大问题评论区里见，或者说我每天直播的时候你来直播间也可以听，也可以看，也可以聊，咱们聊的都是实实在在，或者说我的经验而谈，包括我发生的所有故事，都可以来听一听，也可以问一问。因为私信太多我回不过来，我也看不明白，因为私信里边有太多重要和不重要的，有的没的的都说，所以说我不想回了。所以说你们要来晚上，我每天晚上都
不间断的直播啊，不定哪个时间段在直播的时候我会提前预告一下啊。也谢谢大家能晚间能来到我的直播间，咱们互动想法，怎么能把鹅养好，怎么能把钱赚到手，少赔钱多赚钱，包括大棚怎么建啊，温度多高，空度多高，我现在为啥看也去看着这个小鹅，这小鹅因为危险期了嘛，开始进入危险期了啊，进入危险期的每一天都要观察，每两个小时三小时必须进棚看一下鹅的状态啊。谢谢大家关注啊，有想养鹅或者想咨询鹅方面的所有知识，包括建棚的知识，晚上来我直播间。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这个鹅是我家的老四啊，大伙想跟我要流程的啊，要养鹅的这个流程的啊，我今天在视频上用手写的一个小草稿纸给你们放到最后方啊，最后方，记住了，不要再私信问我了，我给你们做一个流程了，做了已经，做到最后方，还有所有人说我啊，准备要收费，你记住，我暂时包括以后在养鹅方面，我绝对包括我的养鹅技术和知识，绝对是免费，不会让你不会收费的啊，不会收费的，以后也不收费。需要的帮助的我会随时都告诉你们啊，因为你们有的东西要根据当地的小鹅的状态，根据当地的气候，根据当地屠宰场需要的品种，不要瞎养，不要说你养我的品种或者是说我给你品种你也养不了，根据自身自己的条件，根据自己当地的条件去养这个鹅，绝对不能瞎养，因为这个鹅你就记住，不是宝马进来的，有可能骑电动三轮出去，进这行业就是这样，因为鹅是小众产品，不像鸡和猪它能上规模化，目前鹅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所以说暂时标准化是很难的，暂时也做不到。我一会儿再去给你拍拍我家的父母，我的鹅，再拍拍我家的第二批大鹅，让你们看一下啊，不是每个人都是在屏幕前想割韭菜，我不是人说说只咬一下，乡下人包括农村人能有个工作，能让农村不空村，就这一个信仰一个宗旨。马上给大伙去看种子，父母吉利的种子，看吧，都下蛋呢啊，看了吗？现在是满场地能捡小金蛋，这个是纯纯的三花种鹅啊，有想养种鹅的也可以咨询我，想养肉食鹅的也可以咨询我，虽然说我不懂很多技术或者很多的东西，但是我用实践会告诉你我走过来是怎么过来的，养的种鹅怎么养的肉食鹅，我用我的实践来帮助大家，帮助各位，帮助想回家养鹅的朋友们，而且想重新创业重新起来的朋友们，因为这三年疫情有很多人因为好多行业的关闭和倒闭都想养殖业，但是我劝你养殖业也不是那么好干的，就像咱说的你吃饭你还有咬舌头咬腮帮的时候呢，你鹅养鹅更是一样，不要问我好养不好养挣不挣钱，得根据你自身条件自身情况能不能干，你天天吃饭你还有咬牙塞牙的时候，你就别说养殖了，毕竟它是给你赚钱的东西，而不是必然的东西。我再给你录一下我家的老三，马上。这个后边就是我家的老三啊，我家老三有点怕人，就是棚里一半外边一半，因为那个他都40多天了，还有几天就还有个20多天就出栏了，所以说不敢到跟前去，他哇哇跑，因为我家这边是啥呢，水线和料线都是全自动的，所以说我们不敢上跟前去，一去不跑，他比较就是怕生认生。还有啊，你最近想养鹅的一定要慎重了啊，因为马上快到你在现在定苗的话还能有一批苗可以好养一点，
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我建议大伙啊，养新养的养殖户一定要慎重再慎重，因为七八月份是最不好养鹅的时候，疾病高发期，积水高发期。所以说呢，我的提醒希望能帮助到你们，也希望各位能多多支持我，多多关注我，把我的视频帮我推上去。我将不会以收费的形式或者以各种名义去对养鹅知识和养鹅实践来讲去跟任何人任何事情去收费。我也希望短视频平台借助这个短视频平台把我所认知的东西，把我所养鹅的经验传授出去，让大伙更加认知一个养鹅的一个基础知识，养鹅的一个实践的一个过程。不让所有的包括料厂兽药包括中间商去割老百姓那点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要让他们把这盘韭菜给割的连根都不剩。谢谢各位了啊，帮我多点点小红心，多多关注。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哒哒啦。这个鹅是我家的老四啊，大伙想跟我要流程的啊，要养鹅的这个流程的啊，我今天在视频最后方用手写的一个小草稿纸给你们放到最后方啊，最后方记住了，不要再私信问我了，我给你们做一个流程了，做了已经做到最后方啊。还有所有人说我啊，准备要收费，你记住，我暂时包括以后在养鹅方面，我绝对包括我的养鹅技术和知识绝对是免费，不会让你不会收费的啊，不会收费的，以后也不会收费，需要的帮助的我会随时都告诉你们啊，因为有的东西要根据当地的小鹅的状态，根据当地的气候，根据当地屠宰场需要的品种，不要瞎养，不要说你养我的品种或者说我给你品种你也养不了，根据自身自己的条件，根据自己当地的条件去养这个鹅，绝对不能瞎养啊！因为这个鹅你就记住，你开奔驰宝马进来的，有可能你骑电动三轮出去，进这行业就是这样，因为鹅是小众产品，不像鸡和猪它能上规模化，目前鹅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所以说暂时标准化是很难的，暂时也做不到。我一会儿再去给你拍拍我家的父母，我的种鹅，再拍拍我家的第二批大鹅，让你们看一下啊，不是每个人都是在屏幕前想割韭菜，我不是，我只能说只要要乡下人包括农村人能有个工作，能让农村不空村，就这一个信仰一个宗旨。马上给大伙去看种鹅，父母级别的种鹅，看吧，都下蛋的啊，看了吗？现在是满场地能捡小金蛋。这个是纯纯的三花种鹅啊，有想养鹅的也可以咨询我，想养肉食鹅的也可以咨询我，虽然说我不懂很多技术或者很多东西，但是我用实践会告诉你我走过来是怎么过来的，养的鹅怎么养的肉食鹅，我用我的实践来帮助大家，帮助各位，帮助想回家养鹅的朋友们，而且想重新创业重新起来的朋友们，因为这三疫情有很多人因为好多行业的关闭和倒闭都想养殖业，但是我劝你养殖业也不是那么好干的，就像咱说的你吃饭你还有咬舌头咬腮帮的时候呢，你鹅养鹅更是一样，不要问我好养不好养挣不挣钱，得根据你自身条件自身情况能不能干，你天天吃饭你还有咬牙塞牙的时候，你就别说养殖了，毕竟它是给你赚钱的东西，而不是是必然的东西。我再给你录一下我家的老三，马上。这个后边就是我家的老三啊，我家老三有点怕人，就是棚里一半外边一半，因为那个他都40多天了，还有几天就还有个20多天就出栏了，所以说不敢到跟前去，他哇哇跑，因为我家这边是啥呢，水线和料线都是全自动的，所以说我们不敢上跟前去，一去呜呜跑，他比较就是怕生认生。还有啊，你
最近想养鹅的一定要慎重了啊，因为马上快到，你在现在定苗的话，还能有一批苗可以好养一点。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我建议大伙儿啊，养新养的养殖户一定要慎重再慎重，因为七八月份是最不好养鹅的时候，疾病高发期，雨水高发期，所以说呢，我的提醒希望能帮助到你们，也希望各位能多多支持我，多多关注我，把我的视频帮我推上去，我将不会以收费的形式或者以各种名义去对养鹅知识和养鹅实践来讲去跟任何人任何事情去收费。我也希望短视频平台借助这个短视频平台把我所认知的东西，把我所养鹅的经验传授出去，让大伙儿更加认知一个养鹅的一个基础知识，养鹅的一个实践的一个过程，不让所有的包括料厂兽药包括中间商去割老百姓那点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要让他们把这盘韭菜给割的连根儿都不剩。谢谢各位了啊，帮我多点点小红心，多多关注。这小鹅刚做完防疫，我把料已经上好了，但是它不怎么爱吃，因为早晨咱们控料嘛，说五小时之内不能吃料，打完针以后上完料也不爱吃，你看它就老是在那趴着，但是一定要控制好，保证几下几点啊，记好了，第一不能让它七堆，保证温度的上升，刚开始一定在打针之前放风让它凉一点，因为它来回跑来回跑它会出汗热嘛，一年因为它太大了嘛，降温完事打针过到一半以后马上这边就开始升温，升到让它在平铺在这个铺上，这就是最好的状态，鹅体感鹅的最佳的舒服的状态。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的打针会忽冷忽热，它会有应急，晚上后半夜争取再放点抗病毒的管感冒的药再上一遍，给它上三天，这样就防止后期的感冒了，或者是别的其他的原因引起的吧，就包括这个冷热引起的这些感冒都可以预防一下啊。还有这些带节奏的啊，你们不要带节奏，我不比那些你们老举报我干啥呀，你就天天举报我有啥意义吗，我不比袒胸露背的好多了吗，我是讲一下因为我们回家创业的这种艰辛，包括我养的这过程，讲讲我的生活态度，我不比那些天天跳个舞了扭个屁股露个腰了不强多了吗，我只是讲了一些有用，对农业发展包括乡村里边你想养殖想干这个事业的人一个提醒一个帮助，而且我这个都是义务的，但是你们说这些东西老是给我带节奏，明天我会给你们发我的小鹅，今天这不是这边做的那个，这不是就算老三吗，那边还有老四，明天给你们发发老四的状态让你看看，完我再发点种鹅让你看看，我是一个厂子，不是我说的我到这拍点视频就走了，到那拍点视频就走了，我也不是兽医，我也不是料厂，我只是一个合作社，是养种植合作社，你可以查一下，我都会查我到底是干啥的，不要带这些这个节奏那个节奏还举报我，有意思吗，我说的这些包括给以后的年轻人想返乡创业打个标杆，我们一定要热爱农村，不要让农村成为空村老年村，这是我最大的宗旨，所以我在这边我建了两个厂子，一共十二栋大棚，每栋大棚有300米长的，有120米长的，有70米长的，一共是12栋，所以说你们不要给我带这些这个节奏那个节奏，任何人想来我厂区学习和看鹅，包括想要干的，不要你养个3只、5只、10只、8只300、500你也来找我，我们没有那时间去给你，因为你几百只鹅去服务这些东西，我们不于真正想干事的人，干大事的人，把农村发展好，让农村的年轻人回村有工作，这是我的宗旨。也感谢大伙的关注啊，谢谢你们。嗨，看看我这手刚上完料啊，我家小鹅今天是22天，明天就开始做防疫了啊。防疫有几项注意事项，你听好了啊，一定听好，认真听讲啊。
第一，在做防疫的前五个小时不要进料，在头一天，就是今天就开始，22天开始饮多维水。做完防疫以后是最重要的啊，温度一定要升上2-3度左右，让小鹅自然而然的去走动，不要去撵，也不让它去堆，它的体感温度就想感觉到舒服，然后它自己就散开了。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去撵它啊，一定不要去撵它，因为做完防疫本身它就应急，因为天数大了嘛。就比如说6天咱做那个防疫的时候那没问题，这个现在太大了，20多天了，做这防疫一定不要去撵和赶它，让它自然而然的爬，自然而然的去吃食，让它自然流动啊，不要撵，不要去那个让它扎堆儿，一定让它体感的温度特别好啊，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啊。完事儿以后再饮1天的多维，记住了啊。打这个防疫的时候，我要带一个油的头头包包，再用咱们的那个疫苗对在一起。一定记住了啊，我只能分享到这些。但是现在好多问题都是发完视频直接限流了，发完视频给我就不让播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咱也没袒胸露背，咱也没咋地，但是不知道为啥，啥原因我不懂。就给我限流了，你们要是看好了记好了限流，我也不会重复发了啊。一旦要是说不让播了，那我就不能重复了。我希望我的视频能给你做一个提醒的作用，也能帮助你在养殖道路上少踩坑，能尽少减少伤亡。谢谢大家关注啊，多多点点小红心。我曾遇到一束光，养个人有多辛苦，大伙儿看看啊，看看我这汗，今天比较近距离的让你们看看，已经全是湿透的。上料本来我也爱出汗，说实话啊，再一干活，你这在这个高温情况下干活也是很累的。汗就是说你啊，你多高的温度啊？鹅都那么大了还不脱温？我们这边现在晚上是零下，就是零下4-5度，而且现在有的地方都已经下小冰雹了啊，下雨了，就是鹅不脱不了温，不敢脱温，脱温容易感冒，温差比较大嘛。所以说，你要看我最后我小鹅吃食的状态，今天我们正式加餐了嘛，给加了4顿，原来2顿，现在变成4顿，但是每顿的量还是一样的啊，每顿我加了四袋，也看看我的小鹅长势好不好，长得大不大，肥不肥，还有一个就是，有人问我的棚舍啊，包括你说的啊，你鹅不死啊？鹅谁养鹅没有不死的？我不敢保证，我养鹅我也不能保证不死，我也不能屁屁都好，对不对？这得你看你自己的管理心细啊。我说死多了啊，你说看啊，就是巴巴的人说养不好吧？我说死少了啊，他真他妈吹牛逼咋地的？所以说我也只能说，用我事实行动看我的鹅养的好不好，状态啥样。只要你按照我的状态看着我的鹅啥样，你的鹅绝对状态就是最好的，而且你的鹅伤亡率绝对极低。你不信你就从到1天你一直跟着我的视频走，你养鹅看你的成活率是多少。但是不能气温忽高忽低，一定保持我始终的鹅的那种状态啊。鹅的体感的温度不是你人，不是你温度计啊，不是你大棚整个的温度，是鹅体感的温度，记好了。我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感谢大家给我点的小红心，谢谢啦，希望我的视频能帮助到你。人间一场烟火，这一世我家小鹅是今天是20天了，为啥没发段子呢？我后边说啊，先说是小鹅20天开始可以加料了，我是加了4顿料啊，每天喂4顿了，从现在开始勤喂，还是勤喂少喂，保持着有料，能间隔1小时没料。比如你第1顿上完以后1个小时吃完了，第2顿隔个
四五小时上第二顿，完了第三、第四顿。您今天开始正式加料，加到四顿料啊。我也还是说，最后我还是把小鹅在吃料过程中，包括它的状态发给大家。包括我的小鹅20天了，马上又开始做禽流感疫苗了。我准备跟我们这个算是老三呗，跟老四一起打，老四打小鹅瘟。因为现在刚到的嘛，这个老三打禽流感，来一次打针的那个防疫队就可以了，两边一起打了。打针之前我准备给他预防一下感冒药，预防一下，包括这两天不也是降温吗，再喂点预防一下，可以就是压一下预防一下啊，降温炎了或感冒了。就这些药再压一点，中药形式的也可以加西药，也可以加点卡巴，大伙自己看啊，根据自己鹅的状态情况怎么去用，怎么去喂，大伙自己根据啊。我再说一下这个踩坑的事儿啊，踩坑是一件啥事呢，是我买这个水槽很好很方便，包括鹅也淹不着，特别好用。唯一一点不好的原因是，如果你用葡萄小苏桃通肾的情况下，它有沉淀物，这个沉淀物呢就会塞整个的水管，堵水管就通水管，就变成我现在这个劲儿，扯了落汤鸡，浑身都是水，包括看了吗，胳膊也划伤了，看了吗，包括这边这边胳膊上全是小红点儿，全是小红点儿，就是硌的啊，划的。所以说你要是想养鹅，你就得精心精细，自己想好每一件事要讲究技巧，而且每一件事情都要心细到极致，你自己吃辛苦你才能养好鹅。如果不是自己管理，如果不想开好好管理，包括你雇的人也要一定要负责任，这样你的鹅才会养好啊。水槽大伙再想想啊，看看什么样的水槽好好使吧啊，我在水槽有坑了啊，自己注意一下啊。请老铁们多多点点小红心，多多关注，谢谢。太漫长却止不止，知天涯间谁仍记那里花若雪世界。我这一上电瓶车就能，哎呦，看看啊，我今天特意把这个角度调高了一点啊，让大伙也能看我的小鹅啥状态。看这小鹅的叫声吗，多脆多敞亮啊。我也很高兴咱那个好小朋友们，还有咱老朋友们、新朋友们，包括咱粉丝团队的朋友们，你们认真真的看我视频了。我上一个视频把小苏达和葡萄说反了，真的有人还能反应过来，有人说的，你说的是不是说反了，确实是说反了。我就希望所有的人看我视频能把我的视频你看完，多多少少对你肯定有点启发。如果你想养鹅的话，你肯定得在这里边学到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是呢，我不会说啊为这个为那个长多大，我肯定不会说，只是凭我自己经验，凭我自己养鹅的这个现状给大家说说。我家小鹅今天正式的话是16天，因为我15天那天我不说了吗，也是上一个视频的前一天我出了点意外，我发上段子。今天应该小鹅是已经16天了，我今天最后控制料，明天准备加料，但是也不能像咱所说的随便吃，不可能，就是半袋半袋的加，半袋加，就是比如我现在一天七袋，那我就可以加到7袋半。明天就是一点点往上加，看鹅的状态。你记住，养所有人一定看鹅的状态，不是像你所说的啊，这温度咋调啊，多少度啊？哎呀，这鹅搁通风了咋办呢？招咱都有，只是看咱用不用。这个葡萄水不是说你就让它饮多少斤为止，是让它饮够10斤。这10斤够了，你可以放了、扔了，不要。只要饮够时间，它把这个尿酸盐都排一排，它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症状。现在是啥呢？只有说卖药的，或者是说
厂家的人给你们建议啥，用一些药物，不要用葡萄糖小苏打来通肾，或者是说控料把额头就因为控料而得的痛风。那我这到现在没咋地，也许这个季节也有关系。我跟大伙说一下啊，季节跟痛风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季节得痛风本来就少，伤亡率本身就小，谁说啥没有用。你说不得痛风，本来他就不爱得痛风，那咱为了是有预防，一个有预防，二是也可以治疗。这过程中我的预防就等于是治疗，在他来病那几天咱预防好了，几乎都没啥事，就是一摘一落就过去了，就特别好。这不会像你所说的大大小小全出问题。看我这鹅，你只要我在这儿，你看我周边全来鹅，只要你说话哗哗全来，来他在吃空气还是那种状态，就是特别健康的一种状态。还有不明白的啊，大伙儿我将继续分享我每天的料水，饮多长时间，还有用的什么药。大伙可以根据你自身家里在什么地方，根据你当地有什么的药，可以对症下药。就是我说的这种，我用的这种，可以用相同的药物来代替，都可以啊。不是固定必须用它，或者固定我必须怎么怎么地，没有固定的东西啊。养鹅没有固定东西。还有想来学养鹅的啊，咋说呢？我这批就因为好多事情，我将在以后的视频慢慢分享给大家，什么原因造就我今天这个鹅出现这种状态，或者那个鹅出现什么样的状态，我会一一跟大家解释啊。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这个深夜里没法可以安睡。今天我的小哥应该是第十五天了哈，十五天。昨天呢段子没有发成，因为出了点小意外。这种意外说啥呢，就是危险时刻不来。所以说我提醒开大车的朋友们，没事检查检查你的轮胎，检查检查你的车，在行驶之前一定要检查。因为我昨天迎面过来的大车轮胎掉下来了，给我砸上了。所以说这个危险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也是意外，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起来呀。我很庆幸，我也很特别的高兴，我还能站在这里，还能给大家继续发段子。今天的发段子说一下啥呢？你不要问我小苏打多少克的，葡萄糖是啥样的，人用的，不管你是多大克数的，我用的全部是人用的，比例是1000:3:10。1000斤的水，比例是3斤的葡萄糖，10斤的小苏打。再记住了，不管你多大含量，要我饮它一般的10个小时左右，必须超过10个小时。如果严重，我就超过10个小时；不严重，我就10个小时左右。饮时间不看你用多少，就是1000水对这些饮够这长时间就可以。不是说你就1000斤水完事了，不饮了，停了。我再次发一遍，不要私信问我，再问我这些问题了啊！因为我是，按照我的经验，按照我养鹅的方案，按照我养鹅的标准告诉大家的。你可以学，也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学，你也可以根据你当地的兽医给你开的药，怎么去喂，怎么去养，都可以啊。实在说，整不好了，可以看看我的经验，也可以。今天的小鹅就是啥样状态呢？就是让它现在不管温度，你不要看说啊，你的多少度啊，几天多少度，不用看，看鹅的状态，鹅的状态什么样，你的温度就会是正好。我现在的鹅的状态啥呢？吃空气，懂吗？就在张嘴哇哇哇叨，空气，听到这声了吗？听着，听动静。再有个就是它叨槽子那个唰唰唰叨槽子，完了自己来回的走，自己就来回走，这就是我现在小哥的状态。再有2天我也就不用控料了，我是控料从7-8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2顿料，每天都是吃3-4个小时，现在也就吃2小时，我控了8个小时，你就想想吧。
就每天吃三小时，空两小时，四三小时，反正一天就24小时，一直是中间空着，一直让他多喝水，葡萄水完，包括白天的抗病毒的药，包括这个保肝护肾的药，你都想好，一定一定的啊！我今天发一个这个段子啊，有带节奏的或者在我评论区评论的，我也不想妄加去说人别人什么，我只想做好我自己，良心做好，我才能有遇到危险那一刻，我能化险为夷。多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今天呢，我家小鹅14天了，我还是以大通风为主，要适应现在的温度。现在吧，我这边早晚温差不算太大了，还可以，就是一定让它恒温。就包括我现在最视频的最后，我将把温度控制在什么状态，就是小鹅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是按照那个标准，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还有就是，总有说朋友说那个养鹅啊，昨天接到一个电话啊，也是粉丝朋友的电话，他说他想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有草场，但是没有棚。后来我给他答复，就说我不建议那老远去去，来回的路途是一方面，再有一个跟前没有屠宰场，没有一个拉鹅去愿意去拉你那个鹅，因为距离太远了，这些钱都瞎花在距离上了，而且你没有一个真正懂鹅的人，还是养不好，因为那边温差也大。所以说呢，你要选择看看找一个什么人能适合于你，能管理好，而且就近能拉到屠宰场的场地去养鹅，绝对是没有问题。这样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所有的建筑你一旦投入在那个地方了，你已经投入了，你没法拉走，那就是废铁一堆，最后你只能是损失这些成本，你养鹅再养不好再赔一点。所以说呢，最后有可能落一个血本无归，这样的例子接接都是啊，不是说一笔两笔，因为啊，我就找一个地方贪图点便宜，就是这个草场，我想吃点草，养鹅嘛，完在这盖棚。这个不是说你想盖想建想啥，我就是永远都是让新返乡创业的或者新想养鹅的人轻资产运营。什么叫轻资产运营？能不要自己去建筑的就不要自己去建筑，大张阔斧去干，因为我这个坑就是我自己亲身过来的啊，我就是因为极简，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别看我鹅养的这么好，也是因为钱赔出来的，也是没有回到成本的线之上的。所以说你得找一个离，比如说你想跟我干，就离我近一点的地方，因为你鹅有问题了，或者说料了，或者药了，或者苗了，咱都互相有个照顾。包括你卖鹅的时候，咱也得有个照顾，但是太远了，我们也照顾不到。包括现在老铁都来电话说啥呢？我鹅就是蔫吧，干巴爪。其实这些东西吧，我不管妄加判定是什么毛病，只能说呢，你得找你当地的医生去看一下，判定对错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吧，我不能判定，我不能误导你。所以说有些事情，如果你们想真正想想，要是想咨询呢，还是感觉我视频做的听不明白，或者我还差在哪儿想学的，可以来到我场地，也可以进到我场地实地跟踪几天看一下，但是尽量在我来苗之前你来。比如说我现在后天又该到苗了，来苗之前你跟几天，你不能说你只能听我说，你就是摸索去养，这样是永远都会失败的啊。我明天将去送蛋，明天的更新段子有可能是别的，就是大伙说我棚不好，伤亡率大，包括那个通风怎么怎么地的，我将把我每批的鹅给大家的视频里看一下，包括第一批、第二批，包括种鹅，让大伙看一下，到底是我养的不好，还是你说的你建棚建的不好，还是你说的必须得用这些药才能养好，还是我纸上谈兵？如果你们再不服，可以来跟我挑战一下，你来咱们试试，看到底是谁行你不行。谢谢大家，多多关注我哟。没法可以安睡。今天我家小鹅13天了。今天我下午兑了点黄芪托糖，加上卡巴，就是怕它防止它这两天得痛风发烧。
所以提前我就预防一下，因为这几天是最危险最危险的危险期，一旦控制不好保护不好的话，他就会得痛风，完了就角膜炎，后续的一系列的病他都全会跟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你自己，一定把小鹅保护好伺候好，你才能挣到钱，要不你挣不到钱啊。还有几件事想说一下啊，那个大家就往后看，你对你肯定有用，不管你啥时进厨。现在我出现那个孵化场脱单现象，脱单现象的苗不是不愿意让你要，也可以要，就是这样的脱单现象呢，就是现在恶性循环。咋恶性循环？就是这个苗一旦出现脱单，孵化场不想少赔钱，甚至不赔钱，怎么做到的？但是细情我不能说。第二个是啥呢？养殖户你不要了，你让就是不养了或怎么样，这是出现脱单的，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想养，你可以根据你知根知底的孵化场了解的孵化场，做人比较怎么说，做人就是比较诚信的这样的孵化场去联系，他卖给你的苗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你想想，捡着便宜，所以说捡着那个便宜你不一定捡到真正的便宜。好比说吧，我自己也捡过便宜，5块钱3块钱的厨咱都捡过。其实捡来这个厨呢，伤亡率会很大，伤亡率大成活率就低。但是你要是买好厨呢，孵化场再赠你点厨，孵化场也挣着钱了，咱们成活率也高了，咱们呢成本也会降低。不要看眼前的那点利润，那点钱给你省个快八毛钱2-3块钱，你以为两个厨能盯一个厨，其实不一样。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或者是说还有孵化场呢，从南到北调苗，就是调成面苗呢，啥意思呢，就是这个苗它是从不是他孵化场出的，从他孵化场调就告给你便宜，他的苗可以卖贵一点，好苗我卖点，我定的苗的时候如果我出现这种苗我赔钱，但是我给你从别的手拿的苗我不赔钱，我能挣钱。所以说呢，有些东西大伙一定要自己动动脑筋，为什么要便宜，便宜没好货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伤亡大，你假如说你感觉伤亡大，伤亡大和厨有一定性的关系，和你管理有一定性关系，不可能全赖苗，也不可能全赖自己，你的管理上能占到60-70%呢，苗的质量也就占那几成。所以说呢，好多东西一定要自己看好想好，不要认为便宜我就上，便宜我就捡，这个东西真的便宜没好货，记住啦。这不都想看我家是怎么取暖，怎么炉筒是怎么来的吗？我家的那个炉筒看一眼啊，顺着我手看一眼，都从那个鹅的上边一点把炉子过去，外边搁的引缝机，底下用的是鼓缝机。有些东西吧，你不是说我是怎么样连你就应该怎么样连，根据你的棚的大小高矮程度来划分你这个鹅棚的取暖怎么样取能好一点，自己设计一下啊。还有一就是今天那个我家小鹅就是11天了，11天了，但现在呢有点啥事想说一下呢，就这人咋有这么臭不要脸的呢，咋还用咱家的图片，用咱家的视频说吃他的药就好使了，喂他的药都毛长得也好，鹅长势均匀长势好，咋要脸的人，你真臭不要脸。我最后把在我的视频最后方把这几个人的号我发上去，大伙就注意一下，这些人说吃药啊还是喂的啥呀，咱也不清楚，我是没喂过啊，也没整过，我特意再声明一下，把他们的所有的人的那个账号和名字我发在我的视频的最后方了啊，自己看一下。还有就是这个取暖，这不刚说完了吗，就是这个通风，通风怎么通呢，你别说啊你的鹅多少度，你家多少度，不要看，看鹅的状态来调整温度。什么叫技术含量，这才叫技术含量。其实养鹅有技术吗，没有技术，技术含量就在你的温控，怎么温控，你比如说是鹅，就看鹅的状态，不要看温度计，也不要看你炉子烧多红，没有用，看鹅的状态什么样，鹅的状态是散着，就是几个挨到一起趴着没有问题，别都漆上小堆小堆小堆的，那就温度是要不就矮，要不就过高。还有就是通风，我家看后边那个亮亮啊，那块就是通风口，那边是窗户，我对面是有个引风机来回排风，这是一。二，门也可以排风，门底下一定要放塑料，高于鹅的你的上边一点儿，
不要让它的风直接吹到鹅身上，也不要让它有过堂风，就是这两个是重点啊。再有什么需要或者说有什么想问的，我将下期慢慢的，因为这两天鹅不烧热了吗，我也是急整这个看着这个温度，完了休息不好，就是视频做的少一点，将在最后我把这个鹅调整好以后，我将每个老铁的问题将一一用视频给大伙展现出来，谢谢你们的关注啊，给我点点小红心关关注啊，谢谢。今天我说说我这两天没发段子这个事儿啊，七天的时候，第八天的时候，我说控料做那个准备啊，我跟大伙说了，其实包括第九天第十天都是两对按对喂料，就这小鹅大伙都记住了啊，就是想养鹅的朋友，想先创业的朋友啊，你把我这段视频看完，你才知道你有没有那肚量，能不能回家干这个事儿，以后你能不能做这个事儿，你能不能把这养殖养下去。说的就是啥呢，我在昨天是九号，我去送种蛋往孵化场的时候，这个鹅出伤的热了，就是温度没控制好，现在我这小鹅跟水洗的一样。包括今天这是第十天呗，今天下午又给我量了一下，工人就是炉子没有烧好，炉子添煤添瓦了，先给我上的料后弄的炉子，这个怎么说就没弄好，而且这是不让大伙来跟我学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儿，因为我这是一万只小鹅，是我的辛苦的钱，我的心血的钱，也不像别人一样，就是说给你录我家的那个图片，好的鹅，坏鹅不录，说的都是假话。我把我真实的情况跟大家也解释一下，就是现在我这个小鹅状态，今天缓过来一点了，现在已经很好了。要不都跟小鸡仔是水洗一样，就是水洗的原因就是一，你温度低也一样，也是这种状态；你温度高出汗也是这种状态。你想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这鹅就会感冒，也会疾病也会来找上来。所以说呢，你要在这个阶段一定把它的这个温度怎么调整好，给它用什么样的营养的东西，或者说你投点中药，感冒的抗病毒的都给它投一点，让它好一点，能欢实一点。一会儿我会给你看看我这小鹅的现在的状态。如果你没有这点主量，就这一万只鹅多少钱？你想想，你的损失就是在这上，因为你这样式的话，伤亡率就会稍稍增高一点，因为本来没有那么多伤亡，你有可能是因为它伤亡一倍以上。所以说呢，你要是看好你的损失和你掌握不好的情况下出现的后果，你再想想你这个鹅还能不能养，你这个创业做养殖，这个鹅都说有怎么教，就是你在我这学，让你来干，也有可能你整不好这个温度，掌握不好这个温度，所以你鹅才会出现问题。昨天就有人说我了，你看你还在这录呢，小鹅都水洗了，是水洗了。我也把我现在的真实情况跟这些你们想养鹅的，或者是刚要养鹅不懂想学技术的人，自己看一看，自己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如果你能承受了，那你就可以养，因为这批不好，你不还有下一批吗？总结经验嘛，就像我这衣服似的，天天是精湿精湿的。湿不是因为我蓬湿，有人说我你那蓬潮啊，你得通风啊，怎么怎么地。我这个今天十天了，我也没有得通风，就是因为忽冷忽热，给它弄了稍微有一点点感冒，也没有啥大问题。我是因为我烧煤，这个炉子的加温，你看我后边不有个炉子吗？加温所造成的，我出汗热。所以说就我还特别爱出汗，就是造就成现在这种情况。我一会儿给你们录下小鹅啊，在结尾的时候看看我鹅现在的状态。你如果能接受这种状态，你就可以跟着我养。找到挺好，就是跟没毛了，整光秃秃的，丑死了。看看这两天调整一下，调整个小视频看看啥样啊。这是我家放开手脚让学徒干的第一件事。
天我的小鹅是第八天了，看看这就是我上完料的状态。第八天注意是啥呢？注意第一，因为开始通肾了嘛，昨天开始。第七天通的肾是怕潮湿，一定做好通风，温度一定不要过于低，还是高一点。再有一个就是，上午还是早晨四点开始添料，争取在四点半之前添完。添完以后就是还是饮这个水。昨天我说的饮的水，但是这个水呢，今天这个点儿给它改成，抗病中药啊，改成中药的预防感冒的药，给它投一点点，投完以后再投，葡萄糖、小苏打通肾。这个下午的料还和第七天单独我发那个视频一模一样，就是上完料通肾。但通肾唯一的一个要求还有啥要求呢？就是你在葡萄糖和小苏打的水之间，必须让鹅喝到清水以后再去兑中药。我的都是一些自己实践的小常识吧，希望对大伙有什么帮助。今天呢，我准备，我种蛋又出了一批了，因为每周都清蛋嘛，我把种蛋送到孵化场孵小鹅了，又该有小鹅了。我是早晨跟大伙发段子，就说是四点上完的料，四点二十对吧？我现在是两点，下午的两点四十九分又上完了第二点料。上完这料之前一定要通肾，怎么通呢？用最简单的方法，我用的是人用的葡萄糖和小苏打比例开始饮水，加上上上料，饮完水，今天的成宿就饮这个水了。料呢就不上了，这叫控料。吃完这些料，就不让他吃了，就一直饮葡萄糖、小苏打的水。我不喜欢用药，原因是是药三分毒，不管人也好，鹅也好，咱得考虑一下子。我养鹅就按人出现问题的情况来养，比如说用这个，咱尽量用人用的比较好一点，成分也比较高一点。就上完料啥情况啊？现在料子上人必须得吃苦，不吃苦肯定不好吃。你看我这个啊，给你看一下子，看喽、哦，这不行，都有水。拧回来呢，咋还哈？看滴着水了不？全是水，这就是上完料以后的状态。你说你不吃苦，你不任劳任怨，你不干，生活会对得起你吗？一起加油努力吧，农业人、养殖人。给大家普及一下啊。今天是小鹅第七天，太热闹了吧。为了控料和通肾做准备，今天早上四点就开始上料啊，不能吃得苦中苦啊，也不知道最后成啥结果。我养殖户里的最大的一个弊端，完了现在养个好养点不痛风呢，二点姜黄炎，就是鹅的这种疾病，一般人都愿使痛风药，但是我养鹅都是用最古老的方法，最土的方法，就是为了，主要还是为了咱们下一步控料通肾做准备。看看我的鹅小状态好不好。今天小鹅是第五天了，这第五天开始就是可以挑残鹅了，小一点的了，弱雏了，今天就可以都挑出来了。今天是啥样呢？就是比如说你当时因为先没喝到水，完了吃上料了，这样小鹅就会出现哭屁股现象，那你就得把它挑出来，这样小鹅肯定是养养不大，再养几天它也是死，这时候就把那个小鹅啊差一半的就是挑出来直接就不要了。不要的原因是有两点，第一我不想让它再多余吃那些料了，因为吃它也长不大，第一它当时吃弄会不够会脱了，第二它半道它也会死，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趁小从小给它萌杀掉就可以，直接就给它直接挑走了就不要了，这样的话你以后的鹅大小就特别均匀了，而且你也不会浪费一些料，或者是说还得打针吃药都得管，你不能因为这几个
蚕如果病在里边，你会大量的投药，咱还不如直接都挑走，就趁着第五天开始往后这几天十天之内赶紧挑出来，现在弱虫全部都出现了，就挑走不要。通风还是正常的通风啊，明天开始给小鹅做防疫，今天是要为多为防应急。可能西安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可能要去到大理才算爱的认真，可能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一生，可能笑着流出泪。看看我家小鹅现在的状态啊，刚到已升温，进屋以后开始升温的状态啊，升完温以后就自己来回跑，这是温度正常。我的饮水是用的是多维，今天第一天用的是第一顿开始用的是多种维生素饮的开口的水啊，陆陆续续的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弄啊，我给你一会儿看一下我的温度计挂在什么样的位置，温度有多高。我这现在吧今天有点忙了，因为刚把鹅整的好的一个状态上，温度也升起来了。那个有不明白的就是可以看我视频，每天都会更新每天鹅的状态。拜拜。好啊，看看上面这小鹅，床下看了吗，床下一扎这是几十公分呢，我不会算啊，就40公分左右吧，一扎多一点儿，温度在这儿看一眼啊，看了吗，看清了吧哈。随便抓一个啊，生活万苦啊，就看你吃不了吃不了这种苦了。这是今天的小鹅，第四天了，长这么大，看看大品种小品种的鹅咋区分啊，就是看它的嘴粗细就可以了啊。那个还有啊，今天我把这个料跑的直接就给装上了啊，现在装上也会卡鹅，你别天得看着点。今天是第四天，也是开始通风的日子，因为上午着急通风，忙着看温度，就没有录视频，就是通风口的视频。现在是通风，咋通风呢？你别看你中间这个，咱这中间的这个温度，过道的温度特别在高温棚，周开棚以后温度特别高。你所以说要感觉小鹅什么样状态叫温度高了呢？比如你有20-30只鹅的时候，张嘴有个一个两个无所谓，就不算热。如果要有一半那就是热了，就赶紧降温，但不能急速降温，急速降温容易感冒。如果是凉了呢，它就会哇哇起小山的这样小堆儿都往一起聚，要是热了它就散了，散落的像我的现在这种状态就属于温度正好。第四天注意的就是放风的这个温度一定要控制好，细一定要细，而且你还要做到啥呢，你的整个这个长棚的温度多多少少，你要是看看听听鹅的呼叫的声音，特别它呼吸的那个声音是否有感冒了或者伤热了这种现象，你听好听一听它凉哪块温度不够都可以看得出来听得出来。还有啊，最近本来我之前视频也说过谁别贬低谁，至少还有人说说啊，他喂谁家料那鹅长7斤多长6斤多，我想说的，卖鹅那天你过秤了，卖鹅那天你知道啊，卖给谁了你知道啊，你说那玩意儿说的，如果我斤数不够的话，我会一直用这家的料吗？我会一如既往的使用这一家的料吗？那不现实啊。哎呀，现在这人咋的呀，你背后讲究人讲究谁贬低谁，用这个打比喻啊，我真大鹅厂为了这些鹅，我的料好坏我不知道吗？怎么去比喻呀，对不对呀，你能卖你点料你就卖你点料，你能抓鹅你就抓你的鹅得了，天天说人这个道说三道四的干啥呀，说人家。还有那鹅苗的事儿也是，大伙都说对比，跟我跟别人比，我说你别跟别人比，人和人的处事的方式方法不一样，我就是我，我不管是新手老手，
养鹅，老手那咱比不了，咱我是肯定不能跟老手比，但是我比新手，至少我入行几年了，我吃过亏上过当了，所以说呢，有些事情吧，你听也好，信也好，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咱们这大岁数了，都个大脑，自己去思维，自己去考虑，谁真谁假，事实上都会有一个说法。你不用说你这现在养个你吃亏上当也就一回呗，对不对？吃亏上当这一回，你说不可能就是说几百块钱，那都是几万块钱。还有啊，想返乡创业、想回农村发展的年轻人们啊，我喜欢这样性格的人，我会全力以赴的支持你的技术，包括一些的建棚的指导都可以找我，我都会帮助你们，因为我想我们的农村会越来越好，人会越来越多。温度就这种状态是最好的，看了吗？它都不耐着，不要看温度计，看鹅的状态，调整温度。新发的料草子，那没有多少钱就没退。这样的料草子，咱们养殖户别买啊，这玩意不好使，使着不得劲儿。完了呢，这个是正常是这样是摞在一起的，我怕卡小鹅的头，所以说把它翻开了。翻开以后放在这上呢，整的满地都是料。一会儿你录你看就知道了，地下全都是料，这样是浪费很多。刚开始头三天以后，咱上料咋上呢？也可以用咱们饲料袋子铺平了。往上撒，头三天也可以这么上，也可以说像我这样上，但我这样是不是比较浪费了？满地都是料，一会儿你可以看看。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水槽子也是个问题，你养鹅的时候，你这个小水槽子吧，你底下垫块砖，要不它一热了，它自己容易去洗澡去，一洗澡它就容易忽冷忽热，就容易感冒，对后续就是养鹅这个成长比较有影响。这是我总结的第三天的经验啊，第三天我小鹅还是喂的病毒药啊，开口的那个三天的病毒药啊，都是中药的，长期就是说有水，温度一定还是控制在30度左右，就人进来只要不超湿热就可以，小鹅还是以高温为主，有点小张嘴别气堆就可以，有什么需要问题我会及时更新喽。还有一个啊，最近大伙都说呢，你看问你养鹅你也不说，怎么养鹅，养鹅怎么能赚钱，或者我养鹅就想赚钱，我赚多少多，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不现实啊，你得根据你自己的状况，如果你有20-30万的 W， 你自己还是揣在兜里吧，能不干尽量别干，你想养也没有问题，根据自己的命运呗，有可能你养上就挣钱。也有可能你养上赔钱，各行各业都在筛选着经典嘛，你不能说所有人都养不挣钱，也不能说所有人养都挣钱，肯定有挣有赔的。你看看现在我这屋里的热度啊，整个我的身上全是汗，穿着半袖，今天是小鹅的第二天啊，状态也是非常好，我会根据我养鹅的状态把所有的事分享给大家。小鹅第二天我是24小时给的第一顿料，饮了24小时的多维的水嘛，24小时后给的第一顿料，给的开口的药，开口药我用的是中药抗病毒的啊，根据也是不管是怎么说怎么做，都是根据你自己的棚舍，跟你自己现状去给鹅怎么去做，包括地区差的温度也不一样，自己都看你是地狱还是床上浴的厨都不一样，如果床上浴通风一定在地下浴那就无所谓了，你超过鹅就可以。我就讲这么多，太热了，因为我们要去给小鹅抽水了，拜拜。今天说一说想养300-500只的鹅的人啊，现在不到时间啊，等到5月份左右，4月中旬左右草出来的时候，或者天气能适合鹅在外边生长的时候，你再找我，我会告诉你抓什么样品种的鹅，你想干什么用，还是想吃，还是想下蛋自己吃，还是留着自己下蛋能卖一点，这样的话你跟我沟通，到时候我会给你找脱单的鹅苗，或不是脱单说错了啊，脱温的鹅苗，就比如说我脱完了你可以把它拉走到家就可以养了，这样成活率会高一点。不要看咱们所有的问题，我将在后续，如果我在我这个鹅场脱温的情况下，我在现场的情况下，我每次包括鹅做防疫的时候，我都会给大家发视频让大家看，包括
所有的一系列的东西吧。这是投喂完它吃饱喝足的状态，温度正好的状态啊。这边还没吃完呢，还在吃呢。有人说我图利益，有人说我到底是为了啥。如果你养300-500的只的鹅的人，你不要说考察也好，是来溜的好，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接待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来给你解释这些东西，你只能看我的视频。如果说你要真想养，真想干了，干这个实业，能干实事儿，是干事儿的人，你来找我，我肯定全力以赴的帮你，而且毫无保留的去帮你。所以说呢，就是说大伙儿吧，不要因为你想养个300-500只，我想考察一下，我想看一下，你不用看了，你也不用来了，因为我家我也有我的事儿做，也有我的工作去干，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给你解释这些问题。还有一个，我为做视频，只是，为了我把我的鹅的事业能鹅下的蛋。我主要是为了卖我自产的东西，我自己做的东西，我不是为了去卖你苗啊，卖你料啊，可以用，我可以告诉你我用哪个孵化厂的苗，你自己去谈，我用哪个厂家的料，我告诉你，你可以跟我同频去干那个事儿，但是这些东西我不会掺杂着我个人的那个想法去给你去做，任何的一个作为中间商来去做这个事，我不会做，我也不会干这些事儿。所以大伙一定要想好、看好、看好人、看好人品，再去跟谁干、跟谁去做，想好了再说。来人了，我去接待了。彼此相爱太苦累。现在这个养鹅行业啊，出现一个啥状态呢？就是互相排挤、互相讽刺，相互的都说自己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不好。但是我说一句话，还是那句话啊，谁也别去贬低谁，谁也别去讽刺谁，谁也别说谁的东西不好。你最后老百姓用到手，真正好不好，老百姓自己知道。你也不用贬低这个贬低那个，这个行业你贬低的同时，你自己又高尚到哪儿去呢？对吧？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想养鹅的朋友们，我十几号又要到苗了，你可以来我这实地考察，跟着我学习。你不要说问我，我给你交代的东西和你实地体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怎么跟你说，也得根据你当时你养鹅的状态，你的鹅苗的状态，包括你盆水的温度，包括你管理的程度，才能去看你这鹅能不能养好。所以说呢，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啥，你可以来到我这场地跟我学习，这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你要是不想养鹅，就想咨询一下，我还想挣钱，我建议你那钱放在兜里就别养了，还是那句话。所以说呢，我要从到初开始，以后会每天更新一个段子，让大伙儿了解这个养鹅行业到底赚不赚钱呢，我用的是什么样的模式啊，用的什么样的方法呀，现在就是大伙所说的这个鹅里边所有的技术含量的东西啊，其实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只是你看你自己心细不细，你的咋说呢，就是你所用的东西啊，你是不是真正的合格产品，是不是咱们想要的东西。现在养鹅价格这么高，我建议大伙啊，不要省料钱，不要省药钱，能不是不要是说为了我想节约点成本，我都多挣点钱，最后你鹅养的不好，长势不好情况，你肯定是赚钱，但是你得管理好，有成活率才可以。价格确实很好，就是包括朋友想说你给我看看场地，我想养鹅，但是你说句最真心的一句话，我希望朋友赚钱，不希望朋友赔钱。赚钱怎么都好，不赚钱的时候他会埋怨你啊，你让我养的啊，你跟我指导的啊，你给我整的苗啊，你给我整的料。其实这些东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说辞，不会找自己的原因。所以说呢，我的建议是朋友之间可以养，我可以帮助你，可以协调你，但是你要是没有那个心细那个劲儿，没有那个吃苦耐劳的那个劲儿，没有那个就是亲自抓那个行动，你最好就轻轻放下，只是一个想法而已。现在挣钱太难了，所以说每个人都想返乡创业，每个人都想回农村干点事，因为现在整个的原来是下乡，原来那叫咱说城里打工，上城里，城里潮，现在是下乡潮，都回农村创业，这个振兴乡村，这个确实一个好项目，门槛也非常低，但是
你最简单要一定要先考察好，体验好，不要听任何人的画大饼，都会画，这个饼画的特别圆特别好，而且这个行业确实也是现在很好，额价这么高，那肯定是赚钱的，谁问都是赚钱的，不会赔钱的。所以说现在你要想干，所有的成本也是增高嘛，你就要把自己这些所承受的能力要考虑到位。我养三批四批我就可以，这样是吧，你还可以赔一批我不怕，赔两批我不怕，赔三批我也不怕，第四批我肯定会赚钱的。所以说就不要考虑我进来我就赚钱，进来我必须得赚钱，不赚钱我干不了。所以说呢，我还是建议大伙啊，投资需谨慎吧，就是特别是养殖行业，虽然说门槛很低，谁都能干，但是其实它的门槛说低不低，它养殖行业还是很高的啊。我只是给大伙提个建议啊，如果还想真正想养鹅的，可以来我场地，跟着学习这个脱温，包括鹅的管理都可以。我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的场子。彼此相爱太苦累，看看我这小鹅老欢实了，特别好。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说养鹅最好的技术，就是最简单的技术，也是最普通的，只要你在农村待过，只要是你家有农村人，这个养殖行业就很好干，因为他知道你吃苦心细，就这几点就可以。如果还想，我就想养，我想好好养，那你就来我场地，实地考察，实际跟踪几天，就是陪我在稻苗之前你就来，等稻苗以后，我会我家所有的流程你都会看得到，也亲身体验到。所以说你这个就会不会考虑说我不会养，我养不好，这个话以后不要说，也不要问，问谁也不可能全部告诉你，就我把所有的流程给你了，也不一定适合你当时的那种状况，对吧？我可以给你，就是包括每个鹅到什么时期什么怎么干干什么的流程都可以给你，包括温度。所以说得根据你自己现状，你的鹅的状态来调整你所用的温度，所用的饮水情况或用料情况，还有你当地是什么样的料，是为什么样能节省成本，或者你养多少天的鹅。像我养的鹅几乎都是宰鹅75天出栏，125天出栏，还有一个就是我养的种鹅，就是我养的几乎就是在三种，因为我在现在养鹅是70天就出栏，全程是用料在棚里，等到夏天出草的时候有草地，我有林地，所以说我会用林地里边让它吃草一份部分的鹅，减少一下成本。草原鹅我们就会在那个时候养，因为现在没有草，你也没有办法去养草原鹅，谁说咱也是假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是根据你当地你的地理位置，你当时的情况，你现有的情况来考虑怎么去养鹅，怎么能把这个鹅我能赚钱。如果说就是说我想养个300-500只试试，或者养多些你就别养了。还有好多朋友说，我想我有家有果树地，我家里有个院，我养个180只，这样是也可以。你就是说到我这儿来，包括现在这个状态你抓走活不了，得等我能适合这个天气出棚以外，早晨晚上能适合现在的天气了，你再抓走再养，这样事的话它成活率是高，而且你还能说我不能白花这个钱吧，因为现在鹅这么贵，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咱们自身的现状来干，不是说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想一时头脑就加热了，我想养鹅去吧，养鹅现在都赚钱，肯定赔不上，这话我肯定不会告诉你，养鹅不赔钱肯定赚钱，我不会说。因为再好的行情，除非这鹅你一分钱不花，但是鹅是吃东西的，它是吃料的，吃下去没有成活率你还是赔钱。所以说呢，再好的行情再高的价格也需要你自己的细心管理才能赚到钱，才能不赔钱。所以说大伙啊，那个有什么问题我还会随时随地的跟大家讲一讲，告诉告诉大家。对于养殖户定苗，不管你是经纪人，你还是
指导老师，定苗就一定告诉远处这苗是哪的什么样的，一定说好，不要中间出差错，这样是让对谁都不好，因为这里边含着你说兽药、兽料、饲料、饲养员这些管理都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包括你说 你来的时候苗不好，你说饲料有问题，但是你说这些问题别人家都在喂也没有问题，请任何人不要贬低任何一家孵化厂，也不要贬低任何一家饲料厂，也不要贬低任何一个指导老师，每个人都不容易，都在牙缝中存那点钱了，咱们才能挣。因为指导老师也是你得挨家养殖户跑，就看我有没有状态，对吧？人挣点钱也不容易，饲料厂也是挣点钱，因为业务员天天去也不容易，包括你经纪人卖点鹅苗也不容易，因为咱们都是夹缝中生存。所以说，我们把自己做好，做人为本，让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走正行。行得正，走得正，你才能走远，你这条路才能走长，大伙还都能赚点钱。请大家谁也不要贬低谁，以后啊，我去捡个蛋了。但无人欣赏，也为自己鼓掌。我在这声明一下啊，我养的是晚哺的种公，三花的母稳加在一起的。苦三鹅苗出来叫苦三，再有一个啊，我跟所有最近这几天接电话的朋友们或了解我视频的朋友们说一下，我不跟任何人合作，我也不搞合作，因为这样坑的不是我，是你们。因为你如果离我的鹅巢附近的情况下啊，离我近的情况，你可以养个百八十只、三五百只，这样我脱完粉你回家去养，养好了可以给我送过来，我卖鹅钱一起就可以带走了，这样都可以带着你们一起去赚钱。但是你想让我跟你合作，咋说呢？合作来合作去，最后合作是我羊毛出在羊身是咋来的？所以说我不搞合作。如果大伙想了解、想养鹅，你如果手里没有足够的这个玩意儿，就暂时现在鹅价这么高，就先别碰。特别是没有鹅棚的人啊，只要你有鹅棚、有场地、有人，那你可以去干。现在就虽然说价格在高位运行，但是应该也能有问题，因为它是鹅的卖鹅的鹅价也是在涨的，所以说这都没有问题。如果你这几样都没有，想再重新建棚、再租场地，我想挣这个钱。我不建议现在入手，等啥天鹅一踢没人要了，鹅蛋能随便吃了，那样的时候你再看看，出在低谷的时候再入手，这样是你能把你的不会的经验你也能学了，因为那是成本低，等你好的时候你养鹅养好了，你也能挣钱了。我该去捡蛋喽。一个朋友的电话啊，给我打电话说鹅苗26，全程技术指导，全程免费赊料，还有全程给做免费做防疫。我想知道你那26块钱鹅苗是啥样，都啥年代了，咋还能信这个呢？那我不知道咋想的都啊，现在经济这么发达啊，这个视频这么发达啊，多看看我的视频，多了解一下养鹅界的这些猫腻啊，水有多深。你养鹅挣不挣钱得看你自己，你不贪那个便宜，你不上那个当，你不就能挣钱吗？你非得上那个当，你感觉天上都能掉馅饼，可能吗？现实吗？都白给你啊，你养吧，差钱了你不给你钱好使吗？现在农民咋说了，老百姓欠你钱好整。你要是老百姓，你要欠老百姓钱，那要着太难了。现在要钱，那不跟叫祖宗都要不回来。但是老百姓钱呢，你一整钱，老百姓不差钱。但是你不能坑老百姓，挣老百姓钱可以，但是别坑，别误导老百姓。现在整个猪肝多少钱呢？10多块钱。咱说高价，现在今天算也就16、17这样买，对吧？你整个26、10块钱干哈呀你？你太黑了吧！就这样的啊，主播也好，是那个老师也好，自己要干自己对得起良心的事儿啊，不要自己以后不说了啥样，你也可给下辈子积点德吧，别这么坑老百姓了。都说房八掉馅饼，没有这样好事儿，这就好事就砸到我头上了呢，你说。
咋坑啊？我给你讲讲这经过吧。这说来话就长了。这是98年，哎呀，不是18年呐，98年的，说错了。18年，我弟弟给我打电话说，镇长，我们当地有个镇长，说咱得去考察那鹅去，看咋样。要不没事，你家里我弟他也待着。我说行啊，去呗。就这样，我几个他们到我家。完了，我开车，我几个到的机场，到机场坐飞机就去到盐城了，这真是好事儿，那给你报销机票，给你开房住房，真的这些钱都没有你花，直接去了，完几个就，到那去有车接，接到地方，完了给我们开的宾馆，我们在宾馆，完又到他的孵化场就谈这些事儿，哎，就考察嘛，都不看看吗？都看了，这个人呢有点秃顶，但是是谁呢？我就不在这里公布了，我还有他照片，有他家的营业执照。去了以后呢，说这养个多少钱一只，也不跟你说什么事儿。你说这多好个事儿，说养鹅又保回收，保长多大，给你盖棚，给你饲料，真好事儿。我说这真是方法掉馅饼，嘎嘎给我扣上了，这是心里犯合计呢。这头一天，第二天我们就去他厂里，又带我们溜一圈，看看鹅厨，但是孵化场他不让我进。那现在想起了啊，这几年我知道怎么回事，他那孵化机压根就没启动，连动都没动，他哪有厨啊？那厂子整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小厂子，现在看那压根就不是孵化厂，就属于现在讲话了就叫裸黄牛。谈着完，谈完以后呢就签了一下子。我说签，他要是多签，我说不签，我不整，我说认可我这机票自己花，也不用他给我报销了，我也不干这事儿，这有点圈套啊。说这个镇长说没事儿，他想整，他当时定了1000只，我弟弟就说那我不定了，完我说我不定，我弟说那大姐咱定500只试试吧，就这样一共定了好像是，哎呀是1500只，是一共2000只，我就忘了啊，这时间太长了。定完以后签协议都签好了，等要走苗了，告诉你第一针得打，打针1只5块钱，其实这些就是包含他往我东北来送的车费呀，还有油费，他肯定都家里了，哪有这黑的。我说那不要了，报警，报警当地也保护这样事儿的，你就这当地，哎，政府也保护这样是坑蒙拐骗呗，对不对？咱属于这是坑人嘛，这就是一个大坑嘛，给咱挖的，对不对？啥都给你好处，好处完了让你上套，套完了给你套上，就这着完就拉回来了，就我弟弟就在那等着跟着车回来的。回来把这厨都卸到家来，镇长家这个1500只是1000只啊，就算全军覆没了，到家没几天就全死了。我家还剩点，这屋就500只，我弟弟就整个小棚，他来给盖的棚嘛，整个小棚一阵风全刮跑了。完了给送的料，那料鹅也不吃，都糠，还不如自己家苞米呢。完了就是一点点养，养完了以后回收也不回收了，打电话来收不收。来技术员嘛，来，我这鹅都死了，你来人啊，对不对？技术指导嘛，谈的好啊，也来了。看完一天，第二天说的这鹅都死了咋整啊？第二天人没影了，跑了，也找不着人了，咋整啊？那就认倒霉吧。这就是我刚要走入跨行业进入养殖行业的第一个坑，第一张馅饼，让我就是这么吃着的。我这没办法呀，鹅最后想卖卖不了，因为生。好像当时剩300多只，是400只，我就忘了。完了说卖，这找谁呀？找谁也不去呀。当时，锦州屠宰场去了，没给上钱，说给8块多钱一斤，那是7块多钱一斤的，因为少嘛。现在明白了，少不给不上价。完了过几天就有个人也给收走了。我说这他妈坑太多了，这完我这人不认服，不认输，我没招，我他妈的我不行啊，这不行。这他妈受这骗，受这坑呢！当时就寻思怎么整，把这事儿整回来。等我下期给你讲我下坑咋入的啊！我终于阳康了，今天还有最后一针就打完了，自己给自己化了一个妆，让自己心情愉悦一点。不管给谁看，咱给自己看，心情也会很美丽。瞅着自己化妆也挺好看，因为这么多天了，一个月了没化妆，也没怎么洗头，洗过2次头还不敢洗，怕再有问题。所以说我在这里再劝大家一句啊，不要去存药了，用这些药是有需要的人留给有需要的人，你存在家里有些药你存上也吃不了，对不对？像我家是刚开始都害怕呀，因为家里有老人，
存了一箱的莲花清瘟胶囊，最后我吃了两盒没管事儿，没有用啊。所以说现在说大家说坏肚子也好，是再有什么益生菌也好，我建议大家没必要那么去存药。你有病了肯定有人给你治，肯定也有药能治，因为这药是也是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缺，所以说不要去药店抢了，也不要说去存了多少多，没必要。真的，我这次我的前车之鉴啊，真是我感觉存这些药一点必要都没有。当你有生病那一刻，当你严重那一刻，你还得去医院，而且你得听大夫的怎么去治，你才能好。就我不就是耽误了吗？对不对？所以以后咱们就是把药留给有需要的人，咱们没啥事儿的就别存药了，存药真的没有必要，真的。完了，我从明天开始，就是开始做小视频，把所有养鹅的信息通过视频的渠道分享给农民朋友们，因为农民朋友都是所有的信息都是来自于视频，因为现在农村看电视也得少了，也是都刷刷某音某宝啊，或者是说这些所有的短视频渠道，所以他们的信息只有通过短视频的这种形式能最快的到达农民朋友手里，让农民的好朋友们了解到最新的消息和最新的养鹅的知识。因为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用钱赔出来的，所有入的坑也是养鹅这几年几乎就全赔钱。所以说从明天开始我分享养鹅经验，怎么去用赔钱了，怎么用扭亏为盈。我想问问大伙儿，就是这次都得了小羊羊以后，都一个人谁也没用谁伺候，一个人挺过来的有多少人，特别是一个单身的女性。喝热水要自己倒，饭要自己做，那针要自己打，自己扒针自己换药，因为医院排不上号啊，你就得回家打，回家打就自己扒针自己换药。昨天我姐过来电话了，给我说了一顿，说你看之前我们没人劝你，你不行找一个吧，你看那个这难受是谁管你呀、你就跟前都没个人，没人陪着你，万一啥事咋整啊，你说打个电话我们去都晚，那老远你还在农村，你不行找一个吧。我在合计，你说这个找一个有用没用啊，我想问问大伙儿，你说一个人好啊还是找个伴儿更好一点呢，评论区告诉我。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也是以这个针剂开头，但是状态很好了已经，脸不那么红了，坐着不怎么喘了，你看我现在状态很好。但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啥呢，今天要分享一下2023年零时我接到的第一个祝福是来自于我儿子，第二个祝福是来自于一个好朋友的姑娘。真的孩子们长大了，也发现我也自己也变老了，还把自己当孩子一样呢。但是当孩子给你祝福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年龄大了老了。但是呢，今天阳历年，虽然说我一个人在过，但是我也想吃饺子，包饺子。其实咱在2022年这一年，还有这3年的疫情来讲，我一个朋友说的啊，借用朋友的话，扑了喜痛成疗效了。在3年的疫情，能真正见识到朋友之间的什么叫真情了，真是这3年的疫情。把人性演变得淋漓尽致，有的怕招上离你远远的，包括夫妻，包括孩子，有的是全力以赴在陪伴爱护和照顾，有的是离你而去，离你远一点的恐怕再招上。所以说呢，人你能体会到人性，一定要把自己这个心放正，不要考虑太多，让自己以开心为主，真正的那种咋说呢，把真情实意都给别人，也多给一点自己，多爱护一点自己。祝大家2023年
有个好的身体，有个好的事业，希望大家开开心心每一天。我跟你说，这进了羊圈就别大意啊，这咱也不知道咱都啥猪，我这就大意了，我这就算前车之鉴呢。我给大伙说说啊，咱那个都引以为鉴，没事赶紧去拍个胸片吧。我是感觉自己这小羊没咋地，就是一着一落三天两天没啥事儿，也没疼也没烧，就是咳嗽也没痰，空咳嗽好了。你都说洗头说没事儿啊，我洗头也不知道是洗头的事儿啊，是我又二次阳上了也不知道。隔了两天就开始空咳嗽严重，吐啊都咳嗽的不行，这晚上睡不着觉，只能要不斜仰着，要不得坐着待着能好受一点。寻思也没啥事，咳嗽吃点止咳药，吃点药能好。完了呢，寻思去医院吧，咱说都说劝去医院拍个片儿吧，万一有事儿呢。去医院，到医院一瞅那人呢，给我吓回来了，全是人，排不上号啊也，我就回来了。回来这两天还不好，我又去趟医院，一瞅这晚上去的人还这么多，我说不行啊，他又回来了。我说好点了，不咋咳嗽了。完了，我这不咋咳嗽了，没啥事。